我现在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星星，你在哪儿？星星，你在朋友家好好休息啊，早点睡。Was? Ich weiß das. Weiter. Okay, ich weiß. Tito. 不赶时间。Ich weiß. Okay, das ist alles. 老板，季总给我开了门。啊，他人已经走了，看着挺着急的，像是有什么急事。这是您要的这个月冬衣全线产品的销售情况。接下来旧产品开始降价，可以让到5%左右，快速清理库存。下一批新型号的产品，价格全线提高10%。如果提价会不会？产品质量过硬，自然会有人买单。明白。季总，早。李欣，早。老实交代，昨晚去哪儿了？衣服都不换就来上班啊？我去了一个朋友家里。朋友？哪个朋友啊？不认识吗？男朋友、女朋友啊？你在新港居然有比我跟小萌更好的朋友啊？我可吃醋了。昨天我跟韩婷在一起，这是好事儿啊！你害羞什么呀？什么时候让你家韩老板请我们吃个饭呀？你觉得我跟他现在这种算是什么关系啊？男女朋友啊，可是他没有说他喜欢我。你当你还在大学啊？他还得在楼下弹个吉他，摆一圈爱情蜡烛，大喊我好爱你啊！我早都看出来他对你有意思了，没想到能忍到现在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顾虑？还是觉得有点太快了。那不着急啊，慢慢来呗。反正现在公司也不忙，你去休个假，慢慢想。休假之前，
记得给我把这份合同签了啊。走了。韩总，您来找星姐吗？她刚走。刚走？去哪儿？她说她有点事儿，请了年假，想回老家一趟。您有什么事儿？您告诉我，我帮您转达。不用。昨天晚上我走了之后，你俩是不是有什么情况？他现在躲着我，还突然请年假回老家去了。韩总，那不叫躲着你，那叫难为情。像季星这样单纯的女孩，跟你有了进一步的关系之后，肯定会害羞。你得给人家留点空间啊，循序渐进，懂吗？所以，看偶像剧，还是能学到东西的。小猫咪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不要急。